演员起就位，话筒来了。你认为自己最有代表性的角色是什么？最有代表性的角色，下一个角色吧，应该是。1到10分，给自己的演技打几分？1分吧，因为现在其实还是一个新入手的小白。高片酬和好剧本只能二选一，你选哪个？选好剧本，我觉得好的剧本可以让我的演技更加的 up。做演员被恶评和当小透明，你更害怕哪一个？我觉得都不怕吧，我觉得只要是演员都会经历这些，才会成为更好的演员。请定位二里面最想合作的导演是？郭敬明导演。我们节目里最想合作的异性演员是？都挺想合作的，因为都是姐姐。你想在请定位二里面抢到什么样的角色？我觉得跳出这个舒适圈的话，杀手，还是杀手。对，如果抢不到自己想演的角色的话会怎么办？抢不到自己想演的角色的话，还是就是尽力，尽量把它做到更好。这次选择来参加请定位，是希望以后成为一个专业的演员吗？对，是希望成为一个专业的演员，也是希望能考上我自己心仪的大学。你这次来参加节目会主动选择郭敬明导师的队伍吗？会主动选择。觉得自己去郭导队的优势是什么？我觉得郭导的战队就是我的优势。